跟着我们一起喊倒数计时，然后呢，一起来迎接全新的2022年哦。请的好朋友们跟我一样，我们无人机缓缓升空，会有倒数计时。我们倒数计时到最后一秒的时候，我需要借用各位的嘴巴，跟我们一起大声的喊新年快乐哦！啊，当然不是现在啦，等会哦，可以看到是不是有几个光点已经缓缓的上升呢？告诉各位，那不是萤火虫，大概叫做无人机。哇，非常的整齐的上升啦！刚刚听到小朋友说太帅了，怎么可以无人机这么的整齐的排成一整列呢？OK， 可以看到我们的无人机已经缓缓升空，排成非常整齐的四排喽。是不是没想到我们现在人类的科技可以这么发达，这么的厉害呢？这是我们全台湾首次推出在游乐园首次的浮空灯光秀。剩下最后的30秒钟了，好朋友们，你们相机手机准备好了没？OK， 在我们的黑暗的夜空搭配了璀璨的灯光秀。各位好朋友已经把你们手机相机拿出来，哇，非常的聪明啊！好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 ，Everyone， 新年快乐 ！Happy New Year for everyone， 祝福各位新的一年有一个崭新的开始。
海拔最高的摩天轮，而这艘摩天轮似乎更高喽。幸福摩天轮，台湾首建两座摩天轮展现眼前，愿2022与您度过一个最美好的一年哦。哇，我们空中的这一座摩天轮还会旋转，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呢？共同美好夜晚的时刻的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再次谢谢你们，谢谢。